好吧，我喜欢它胜过桃子、李子、苹果塔跟七层蛋糕。在夏天我会想到它，玩碰碰车也会，还有把脚放进沙里。比较悲惨的是它进厕所的时候，把这些写进歌里就行了，简单。我的宝贝，我的宝贝，要是没有了我的宝贝，我就会发疯。不行，太激烈了。我爱你胜过苹果酱，胜过桃子李子。哎，不对。我爱这旋律。你干嘛？快点下来！我要你听听看，我为你写的歌，专属你的哟。为了我的宝贝耶，酷吉宝贝，要是没有了你，我就无法吃饭入睡。为了我的宝贝耶，酷吉宝贝，要是没有了你，我就无法吃饭入睡。酷下中，脚趾在沙里，我的宝贝手牵手，分享披萨跟蔬果席，好吃好吃好吃，宝贝我爱你。哦，糟了。进了厕所，消失五秒人皮兽该怎么办？我觉得孤单不能闷在心里，这样下去肯定会超慌乱。医生医生快救救我，这下我该怎么办？转心转心模模糊糊，没宝贝我看不见，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少了宝贝我会发疯，不能思考变成傻蛋。我爱你胜过苹果酱、桃子跟李子、巧克力之心、樱桃塔、莓果泡泡糖，我爱你胜过柠檬水跟七层大蛋糕，胜过棒棒糖跟糖果、香草奶昔。你是真命天女，我们要在一起。你是真命天女，我们要在一起。啊，人皮兽，你确实用了不少心思。我为你投入了所有心思，就只为你。我没想到就这样发生了，这歌还真是朗朗上口，希望全世界都能听见，就知道我有多爱你。我知道你宝贝，请跟我来，呼呼呼，香味让你开怀，快来就会明白，有非常特别的东西正在等待呀。鲜香牛乐派，这是我的最爱。鲜香牛乐派，三分熟就先上来，三分熟就为你先上来，三分熟宝贝，我下厨都是为了爱。鲜香牛乐派，没错，宝贝，好好享用美味的鲜虾与牛乐牌吧。哦，有问题？过来，我们正在看电视呢。拜托，你干嘛要这样说话呀？哦，糟了！干果，你做了什么早餐？培根、蛋、吐司、薯饼。好，非常的好，用美食作风展开一天。这边呢，则是血肠、烤豆子、香菇、半颗番茄。哎，这是十足的英式早餐。啊，你们是不是喝茶了？我们当然喝茶了。可是。我丢到海里了，正直的美国人都会这么做。我们又找到了。哦，这下我的恐惧终于成真了，你们变成精英派的了。精英派呀、啊、精英派就是喜欢英国人的啦。他们蛮好的。好才怪，大不列颠根本就一点都不好，是茶扭曲了你们。我们是美国人，为了我们伟大的国家，我要让你们想起来。哦，美国，美国，美国，超棒的，有着小可爱跟皮卡，超漂亮，超值华盛顿，来吧，自由和苹果派，让美国人热泪盈眶，再加上邮票上印欢乐满屋，乌龙夏令营与上面杰克森，总在这些海姆战斗，我们有总统山，还有这一锅烤棉花糖，是首席爱的白头鹰。哦，美国，美国，美国，超棒的，超棒的。
炒香威力在美国，烧烤在美国，淋浴装置在美国，美式足球一起关在里面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 ，forever， forever。哇哦，好哎，成功了。It's hard to sleep, 'cause your mind is playing tricks on me.Trying to keep my hope built up from missing a beat, and I'm trying to let you know how your love makes me wanna go, go, go. I'm trying to make you see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me, me. Forever,汉江跟金包银，现在接受你们违抗这片大地的惩罚吧！你们所有人将被判处人道毁灭。你说什么？你们还相信音乐的力量吗？啊！我说，你们还相信音乐的力量吗？相信。现在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还相信音乐的力量吗？相信。那么这就只是开始而已。Talk till dawn。我在唱什么 ？My heart was racing。我也怪怪的，怎么回事？我不会唱这首歌啊。各位，我觉得这是魔法之歌。你是说真的吗 ？When I look at you, I see the story in your eyes.When we're dancing, the night begins to shine. 我的天哪！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假的？这真是疯狂！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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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在某处正在想念我和我可爱的脸。好友，你在哪里？我知道你正在想我，我也想你。好友，说吧，兄弟，你在哪里？在这里，正在看着我，超诡异。好友，我好爱你，你眉毛甜蜜，你的胡子帅气。好友，好友。好友，好友，哈哈哈！兄弟，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们开怀有了目的鸟，想怎么玩可以慢慢谈。哦哦，今天我要带你看眼界，在走之前。要知道，坏蛋我不抓，但他让我抓坏蛋，我一直抓坏蛋，他让我抓到坏蛋。
开点，我们在风中飞驰，他等不及要兜风，传简讯给朋友，爱看窗中的倒影，周末找乐子敞篷降下帅哥美女，在一起超吸睛，好天气吃正白，车速八十变换车道，凉风吹拂整个人好逍遥，不要打破设计我听不到，你说什么？我们开怀有的不低调，想怎么玩可以慢慢谈、哦、今天我要带你开眼界，在走之前你要知道，坏蛋我不抓，但他让我抓坏蛋。